哎呀，单枪匹马，有没有？单刀赴会也是有带动起来的，对不对？森林之王里面这个参加比赛，好手是。哦，那你这个现在是什么？当时第十一名啊。我当时是因为感冒的关系，重感冒，你是第几届？第一届哦，那第一届。如果没有感冒，可能是25名。但是说不定也是因为那一次失利之后，后来辗转就有机会发现，这也是一种动力，是另外一个方向让大家发现。这个是你本人嘛？是。什么话？怎么了吗？像有打蒙一点明星哎，这张叫明星哎，明星叫明星 ，The Shining Star。为什么叫明星？一定有它用意。对，就是它其实不是字面上的那个意思。明星其实是就是花露水，那个我一下就会转身变明星，有代言嘛？它其实是在鼓励每个人，就是每个人都是宇宙中的一颗星星哦，对，漂亮的星星，独一无二的，要相信自己，就是自己的。星星这样对哦，自信对。里面的歌就叫明星，里面的主打歌就叫明星，明星。那内容是什么？其实这张的核心概念就是陪伴疗愈的感觉。总共是有6首歌，然后我有参与2首创作。那总共每六首其实代表都是不同的情感层面的抒发。哦，对 ，OK， 听起来是一张没什么特色的。等一下。不是人家第一次嘛，对，难免新客户会看到你会紧张嘛，不要紧张了，好好加油，搞不好我们听了他的歌以后，一试陈主顾，闻香陛下嘛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刚刚本来要聊说去校园，然后人家讲出他的名字，没有人认识他，然后大家就很冷漠，就没想到这里更恐怖，这里更冷漠，这里更恐怖，我们回去又爆哭。真的吗？露露讲的是真的，就是因为我的本名很难念，叫张玉琴，然后是答不出来的。欲擒故纵，这很好记啊，欲擒故纵。但是因为答不出来，所以大家都不会念，所以他们就会说哦，张同学这样。哦，张玉琴，因为他这两个字都是对，这个都古字，这个真的不会念。对，这我们当年爸爸妈妈就跟刘根红的根也没有那个根，没有这个字，那个是古字，那我们统称为 gay 掰使用。取名法哦，啊，他一个字就够 gay 掰了，你我两个 ，OK 哦，小张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取一些让大家可以印象深刻嘛。对，你现在讲到我们的秋君，你就会想到引稿症，已经画上等号了，对不对？关键是你人要有特色。好吧，怎么会变这样？改名叫乔西，对，就比较好记。Josie，OK，Josie 比较重要。听起来欣赏秋喜的歌唱，好不好？乔西3分钟看完一场电影，这是人家那个古阿莫，对啊，之类的。我是古阿莫，怎么会3分钟看完一场电影？嗯，为什么会3分钟？这个概念来自 How about you？ 哎，那个概念来自哪里？概念呢？戴着耳机啊。概念这首歌很特别，是我有 feat 赵亦凡，他是大嘻哈时代的选手，然后我们是高中的朋友，然后一起进演艺圈这样子，然后就有一起合作了歌曲。所以这首歌就是一首很甜甜的暧昧氛围的歌。OK， 来欣赏一下好不好？3分钟看完一场电影，来。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。不需要解析浪漫电影，3分钟看不完我和你，别用瞬间来定义。和我恋爱要耐心，慢热的我装傻冲动疼你，别急着去偷结局。
心碎的对白，温暖至极，结局为换代是舍不得孩子气的你。快门键，画面之间，诉说着未来，但是旁白和情节。撕心裂肺的多，但是能够唱让人听很舒服，舒服的，舒服。对，那身体就会跟你一起高一起舞，高音就差一格就是海豚音呢。已经是海豚音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还没有到哦。嚯！啊，我们音乐人在聊天，你就硬要插话。哎，老师已经很海豚了。对呀，我怀疑你也有音搞症啊。没有，我本来就没有搞。他完全没有。然后当中里面有讲了一个说，这个水瓶座的怪，你水瓶座，水瓶座，哎呦，怎么了？珍惜生命。那水瓶座自己也知道自己怪，真的，他是最全世界最会脑补的一个星座，小剧场很多，小剧场很多，是吗？对，有没有？那我不觉得我很怪耶，我都有觉得耶，因为你这就是怪的地方。你只要问水瓶座，你问他，哎，全世界最聪明星座是什么？水瓶座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一个例外，对不对？其实他的傻，我们都看得到。那个草莓是什么星座？射手座。漂亮啊！这样就好，这样就漂亮，这样就漂亮。哎，我哪里漂亮？射手座的女孩子算是女生里面优秀的，她有事业心，她愿意往前冲。事业线有，她有还是有事业线？那事业心、事业线都有。哦，然后她外貌啊，她是天生的漂亮。哦，对，星座里面尤其女艺人当中，天生射手座就是漂亮。你什么星座？我刚刚变射手座了。是啊，我加入射手，报错户口，我现在是射手座。讲真的啦，什么月？金牛座啦。你看很准吧？屁呀！屁呀！好，要不要拉票？乱讲，拉票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我唱一小段，弄来加分题，弄来加分。好，拉一下，对他们，对他们唱 Loving You 给你们听。哎，好好，真的要来了，海豚音了，好来来。是舒服的唱法，很棒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有机会投票给他，谢谢我们的张乔西，谢谢。